不要裸，真的不要裸。我们男人也是应该的，参加的基本上都是党员。 我们党员应该这时候冲在前面，应该起个模范带头作用。我们这时候出一点微薄的力量，等于也为我们小区，也是为我们党做一点最最最最普通一份贡献。其他大事情我们干不了的，辛苦嘛，总有点辛苦的。每天这时候家里面什么事情都要抛弃掉，再也自己安排好。但是到这边凉，好像，对，总归怎么说呢？不辛苦，只好说不辛苦。说良心话，一点不辛苦，没说违心的话呢。 总归有点辛苦的，毕竟我们要站着这个站一个小时。你像我来说，毕竟过了年70岁了。